我们从七节，路德记的第三章七节，路德记三章的第七节。读到八节，七节读到八节，啊，从六节读到八节啊，从六节，六节，路德记的第三章第六节读到第八节。嗯，找到没？路德记的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八节。路德记，耶稣为旧约圣经256页，旧约圣经256页，路德记的第六章啊，第三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路德就下到场上，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。布拉斯吃喝完了，心里欢畅，就去睡在麦堆旁边。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躺卧在那里。到了半夜，那人忽然惊醒，翻过身来，不料有女子躺卧在他脚下。好了，这个就咱们一同来闭目，因为今天所要插口的与主联合，我死基督活，咱们一同来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感谢你，感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，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是蒙了大爱的儿女。我们像路德一样，原来本是不配有的人，我们像外邦污秽不洁的外邦人一样，像摩押人一样，我们就是那个路德，但今天你把我们沐浴膏抹了，使我们能够与你联合。阿们，请你来帮助我们。阿们，你带领你自己的众儿女，使每个弟兄姊妹每一天用信心与你联合。阿们，与你的死联合，与你的埋葬联合，与你的复活联合。因为今天你死了，你也埋葬了，你第三天复活了，要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。今天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用信心与你联合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被你得着，你就把我们的生命一同藏在神里面，并且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到丰厚的生命，丰丰富富将你自己的生命交换给我们，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健长，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若不与主联合，我们就没有办法长成基督的身量。求你来帮助今天这一点的时间，借着路德记这段经文，使我们看见今天教会是怎样与主联合的。今天就求你来帮助这里的众儿女，与网络的弟兄姊妹同在，保守你的网络畅通无阻，保守弟兄姊妹都能心灵也畅通无阻，使我们没有任何的拦阻，将你的道丰丰富富接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接受你的道如同灵粮一样吃下去。因为今天我们必要用信心把你的话语化作灵来吃进我们的生命中。求你帮助你自己的众儿女，使我们都在真道上合一，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彼此相爱，都在你的家里头都彼此联络，互为肢体，同建基督的身体，共同建造方舟。就求你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把我们中间一切拦阻的东西都从我们中间除去，把我们中间从前一切先入为主的东西都从我们中间除去，阿们，使我们完全降服在你的主权之下。听我的祷告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这段经文呢，讲到的是路德下到场上来与布拉斯联合，正是教会要与主联合。那么咱们通过第六章就讲到了，我们与主联合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给
七节说，我们与主联合乃是与主成为一灵的，那是十七节啊，已经成为一灵了。与主联合就是要与主成为一灵，不要把你和主分开，因为你和主是一体的，你别把主给分开和你给分开。别许多人主是主，我是我，主和我现在不调和，不要这么信。你如果这么信的话，你信来信去，你和主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不要假装谦卑，哎，主是主，我是我，我和主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这种信法本身是在假谦卑，故意谦卑。弟兄姊妹，需不需要故意去谦卑？主啊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咱俩不能联合，咱俩怎么联合，怎能成为一体呢？你要不与主成为一体，你就不能与父成为一。你若不与主成为一体，你和主没有关系，你和父就没有关系。你必须得联合，必须连上。用什么连呢？我这几天一直在讲这个联合，与主联合怎么能连上呢？耶稣死了，埋葬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了，那我也死，我也埋葬，也从死里复活了。我死怎么死？我埋葬怎么埋葬？然后我怎么样能从死里复活？这是最关键的，就是耶稣基督做成了这个救恩，他就给我们信，他做你信，这就你就得着了，你就能联合上。他死了，他说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你信不信众人都死了？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，现在藏在神里面了。现在我们的生命在不在神里面？我现在是神家里的人还是外人？是家里的人。你现在是神的子民呢，还是这个世界的子民？主的子民了。现在不要再谦虚了，你那种谦虚千万不要把那些假谦虚啊拿出去。上帝叫你谦虚，就是你肯接待耶稣做救主，这是真谦卑。但下面你不要再谦卑，行啊，你们都联合吧，我不用联合了。行啊，你与主亲近吧，我不用与主亲近。等有机会我要讲一讲雅歌书。雅歌这卷书就讲到恋爱关系联合，怎么样恋爱，你和基督俩怎么样才能恋爱，基督怎么样才能和你成为一家人，基督怎样才能和你成为一体。那个联合在创世纪里说起初呢，上帝造人，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要成为集体啊，一体，与二人成为一体。所以你不联合他不能成为一体，就像搞对象一样。这个女孩子看中这个小男孩子，说他俩呀从来都不见面，也不打电话，看中，然后最后呢他俩偶尔见一次面，他说我爱你海枯石烂，我爱你永不变心。然后呢就分开了，分开了光这句话在那，我爱你海枯石烂，我爱你永不变心，然后呢从来不联合，从来也不找他，互相不亲近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他俩能不能搞成啊？他俩不能搞成，必须联合成为一体，他俩成为一体的，这就是一家人了。没有联合的不算是一家人。我现在和基督是一家人，信不信？基督是我丈夫，我是他的妻子。你这样想，每一天都这样想啊。基督是我的丈夫，我是他的。我是他的妻子，基督是我的头，我是他的身体，这么联合好不好？基督是我的兄长，我是他的弟弟，好不好？这么联合，如果这么联合的话，那希伯来书那所写的一切话都成就了，好不好？你把耶稣基督当做你亲哥哥来处，好不好？跟基督处一处，搞对象，好不好？你要没搞对象，你跟他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不要信他是神的儿子，我是谁，你也是神的儿子，好不好？那得以成圣的和那叫人成圣的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我们为弟兄，不会可耻。你别再出假谦卑，哎呀我不能啊，那不行啊。你再出假谦卑的相反，到主头厌烦你，是不是？不要假谦卑，掀开他的被，钻进他的被窝里，跟他同住，好不好？跟基督同住，跟基督拥抱，跟基督亲嘴，跟基督和好，好不好？这样你的属灵的生命才能增长。
不然的话，你的属灵层面不会增长。你光嘴说不行，时时要跟基督一样联合，他怎么样你怎么样，他往哪去你往哪去。当你联合上，你发现了，你突然发现你爱耶稣了，越联合你越爱耶稣，让耶稣搂一下，越搂越年轻，如鹰展翅上腾，如鹰返老还童。你让人搂，是吧？你让人搂，越搂越老，越老脸上皱纹越多。但是你让基督搂，为什么呢？基督是属灵的，而人是属血气、属情欲的。人越搂，情欲越发动，情欲发动的时候，你就这人因私欲的迷惑，就渐渐变坏的啊、哦！但我们与主联合，与主亲近，与主相，我们俩像恋爱关系，像情人关系的，像良人关系的，像新郎和新妇之间的关系，这才对的。嗯，信不信的？不要笑，这是真的。这是不是啊？我说的是不是？是。雅各书明明就这么讲，雅各呀，雅各旧约的雅各书啊，不是雅各啊，是雅各，雅各书啊，他就是这么讲的。雅各书你从头到尾看一看，你看是良人与我，是不是啊？良人与我，良人与我永不分开，我要进到内室，是不是啊？跟良人来和好，跟良人来合为一的，是不是啊？我要结婚，我要跟良人同睡，他的爱情比酒更美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我要享受主的爱情，主要爱你，但是你不跟他联合，你总跟他冷淡，你总退后，主怎么爱你啊？你总离他大老远，根本连连都不连呢。这与主联合在旧约圣经的，他用良人。啊，良人和这个和这个心腹，他俩来形容基督和教会之间要怎么样联合，要像良人和心腹一样这样联合。基督真好，所以基督在你心里占据最高最高完全的地位，所以基督在你心里是完全的。这时候呢，你向谁你都要诉说基督的美。你所看这个，你看这个男孩，你看他特别漂亮，你向谁都要显一显，我所处的对象特别美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让我说基督不好，我永远不能说基督不好，因为我巴不得走到哪我都说基督好，基督特别好，那么好，他好在哪里呢？你看他为我死了，为我死了。他活上死，他道成肉身，降卑为人子，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他爱我，这样爱我，无条件的爱我，我怎能不被他所爱呢？所以，主的爱在激励我，使这个爱情被激发出来。我今天爱主，爱主不绝对不是勉强的，绝对不是生拉硬拽的，爱主并不是逼迫来的。爱主是心里发出来的，与主联合表明你真的爱主。你没有与主联合，你离主远远的，离主远远的，这样你怎么能够爱主呢？我们看这段经文是路德和波阿斯的联合，预表教会和基督的联合。这段经文是代表教会和基督的联合。第六节。路德就下到场上，照他婆婆的指示，他婆婆代表圣灵的引导，婆婆指示下到场上。今天一个人不下到场上，不在旷野中间，在屋里，在内室与主联合不着，因为主耶稣是在旷野，主耶稣不是在家里，主耶稣啊，他传道都在旷野，所以下到场上。下面说。照他婆婆所吩咐的，就是顺从圣灵的引导而行事。伯阿斯，吃喝玩乐，代表耶稣基督，啊，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吃喝了主所给他的苦杯，啊，下面说心里就欢畅，代表他完成了救赎大功，心里因此就高兴，成了，完成了。
心里欢畅，就睡在表明埋葬在坟墓里，就睡在麦堆旁边。麦堆代表这个世界啊，属于啊这个世界收割的麦子，代表禾场上啊，禾场上啊，啊往下看，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路德预表教会来，便悄悄地啊，不惊醒他，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，代表路德来到主所躺卧的地方，掀开他脚上的被，表明用主的血遮盖了自己，掩盖了自己。往下再看啊，躺卧在那里，表明与主联合，同死同葬。躺卧在那里，代表与主同死同葬，扶柩卑微，谦卑在主的脚前。为什么要脚上的被？就是表明扶柩卑微，谦卑在主的脚前，是吧？到了半夜，这里讲的是半夜，耶稣是从第二天早晨啊复活的，是吧？到了半夜，那人忽然惊醒，表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翻过身来，表明胜过死亡，胜过阴间。往下看，不料有女子躺卧在他的脚下，教会于是产生了。这段经文就是讲与主联合，教会是怎样产生的？教会是从耶稣基督的脚下，他的宝血是重价所买来的。最终这个巴斯就跟他对话，在对话中间就是新郎和新妇对话。好，咱们回到加拉太书的第二章。加拉太书的第二章，昨天咱们讲到的是第五，我向世界死。第六章不是第五章啊，加拉太书的第六章，我向世界死。怎么能向世界死呢？要不向世界死，人就爱这世界。有人经常拿这个话去教导别人，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了。总拿这句话教导人，但是他不把人领到一个途径，怎么才能不爱世界呢？然后他就这么教导，怎么就教导不要爱世界，人就使劲努力不爱世界，越努力不爱世界，越想爱世界。你信不信呢？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怎能不爱世界？除非从这个世界中间消失呢。那怎么样才能从世界中间消失呢？就是死了就从这个世界消失了。那怎么样死呢？与主同死同埋葬。我这个信心与主同死同埋葬，就从这个世界中间消失了，在这世界上再也看不见我了。看不见我的，我已经死了，我已经埋葬了，我就不恋慕这个世界了。所以保罗在第六章第十四节是这样说的，14节前面告诉你不要用肉体成全，那些用肉体成全不过呢拿你的肉体夸口，下面是用信息来成全。怎么成全呢？我断不以别的为夸口，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。你看这两个都钉十字架，我和世界全钉十字架，世界没有了，世界在钉十字架完了埋葬了，我也钉十字架埋葬，世界已经死了，世界已经不存在了。用这样的信息来脱离世界好不好？加拉太书的六章十四节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，我怎么样才能不爱世界呢？怎么样才能不爱世界？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十五节明明告诉不要爱世界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那里面。怎么样才能不爱世界呢？那就联合，我为了更加的爱主，不爱的世界，因为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教啊弟兄姊妹，我就告诉你不爱世界，不爱世界，我就这么说，你永远都会爱世界。
圣经说每一句话里，他都能找到途径。比如说，你们要爱，这爱怎么来的？清洁的心，无愧的良心，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。在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这生出来的，就是这是个途径，找着不爱世界的途径，找到怎么样才能得到爱的途径，找到怎么样才能得蒙神喜悦的途径。所以我们要竭力追求讨神的喜欢，对不对？查验何为神喜悦的事，但是不知道何为神喜悦的，就是我做点好事就和神喜悦了，不是这么回事的，不是这么回事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上帝要的是信。所以希伯来书整个这十一章就讲怎么信，什么样人讨神的喜欢，信的人讨神的喜欢，不信的人不能讨神的喜欢。所以这段经文讲到的与主联合，怎么样联合？圣经叫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这个爱从哪里来的？这爱是长阔高深的爱，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。那是谁的爱？是我的爱吗？把我的爱和主的爱分开好不好？人的爱和神的爱得分开，人的义和神的义分开，人的良善和神的良善分开，是不是啊？这一定分的，你不分你就容易把你的爱和主的爱混在一起，是不是？你把你的义和主的义混在一起，这样你就不知道哪一个对的，哪一个错的。上帝说每一个命令最终都要给你找到一个正确的途径，所以保罗在圣经里多处给我们找到正确的途径了。神应许一句话，然后呢就叫你找途径，看能不能找到。就像是我要上北京去，我就必须找到一条能通往北京的路，我或坐飞机，我或坐汽车，我或坐火车，我得找到一条途径能去北京的。哪一个途径又快又方便，我就找哪个途径。圣经也是给你找到一个终极点，先告诉你你要达到那个终极点，每个人都要进天国。那怎么样才能进天国？耶稣就讲给你找终极点，必须借着重生才能进天国，是不是啊？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所以你别光要求终极要准备要进天国，要进天国，要悔改，要悔改，谁都会喊啊，这喊口号谁都会喊，这不是喊口号喊出来，悔改必须找到一条途径，怎么样悔改啊？怎么样才算是悔改？多半是的，讲到悔改都去回家去使劲改，凭自己的血肉膀臂自己改，自改呀。你看圣经从来他说每一个应许最终给你找一个途径，用什么途径才能达到这个果效，用什么样的因素才能达到那个果效？这个因素就是最基础的东西，没有这个东西你达不到那个果效，是不是啊？不能讲光讲喊口号，你们要圣洁，你们要圣洁，人非圣洁就不能，没有人见主，所以要圣洁，大伙都圣洁，圣洁使劲在那憋，圣洁使劲憋呀，憋的把脸憋缺青的，都靠笔，靠板，靠手，啊，这就憋，怎么憋也不圣洁，为什么呢？谁能说我洁净我的心，我脱净我的罪呢？上帝告诉你，圣洁是归圣洁，圣洁是必须的，那怎么才能圣洁？自洁，那圣经说，人若自洁就脱离卑贱的事，自洁怎么能自洁？谁能说我洁净我的心？这个自洁不是叫你自己去洁，听明白吗？人非圣洁，没有人见主，怎么样才能圣洁？我昨天查到《帖撒罗尼迦后书》那地方，那就圣洁。怎么样才能圣洁？信服真道，是不是？因信真道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没有瑕疵。信服真道，正如彼得说什么？我们因信真道洁净了你们的心，因信真道洁净你们的心，信洁净的，是不是？因信成圣的，
绝对不是我今天我自己来的成圣，你多半人都是那么理解，悔改都是回家改，跑回家自己改完了跑主那去。你看主人非圣洁没有人见主，回家先圣洁，圣洁完了去见主去，是不是多半都这么想的？那想法已经错了。你要能圣洁的话，还要圣洁的主干什么？所谓的圣洁，圣经里说的圣洁就是什么？接受这位圣洁的主在你心里，他才能叫你圣洁，不是你圣洁。耶稣才能叫你脱去情欲的割礼，耶稣才叫你圣洁。你能圣洁吗？每一件我们这个叫讲每一个真理，每一个最关键的基要真理，这个基要真理都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基础，才能达到那个目标。没有一个正确的基础，达不到那个目标。亚伯拉罕献以撒不是大伙，你们要献以撒呀，你们要献以撒，天天讲这个献以撒，谁都知道献以撒是最后亚伯拉罕灵性最高峰，对不对？灵性信心达到最高峰，灵性达到最高峰了，上摩利亚山了，灵性达到上摩利亚山的地步了。你的灵性达到什么程度了？达不达灵性上高峰的地步？达到灵性上高峰的地步，不用别人告诉你，你都会把以撒献上，是不是？因为灵性达到一定程度了，自然就献上以撒。千万千万别把献以撒这件事情当作是立功之法。献以撒对，迟早要献以撒，每个立功之辈都要献以撒。你不要以为就亚伯拉罕献以撒，我们也要献以撒，你信不信？有人说我哪来以撒呀，我也没有以撒呀。有没有以撒？有，里面那个仙人。啊？那新造的人是不是以撒？就是啊，那重生的婴孩就是以撒，你里边的重生生命就是以撒。你要不知道你里边那个新生命从神生的生命就是以撒，你可能就是把你自己那个臭皮囊献上去。那臭皮囊一献上去，上帝就恶心。啊，上帝就恶心。你献的不对。那臭皮囊你赶到旷野受苦去，是不是？像以斯玛利是被赶到旷野受苦去。所以这个与主联合这一课题特别特别关键。你要联合不上，我就在这讲到耶稣基督再来，你也该联合不上就联合不上。你要能联合上就能联合上。与主联合借着受洗，那个途径就是借着受洗来。凭信心，借着受洗凭信心。我们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以死与基督的死联合，以葬与基督的埋葬联合，以复活与基督的复活联合。基督死了，我就相信我和他同死了，因为圣经说一人祭祭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不像有的人昨天晚上问的话，简直问的属血气的话。不要问那些属血气的话，那婴孩都问不出来那话，那话那小孩子都问不出来。要好好谦卑起来，追求圣经的真理，追求认识神。今天我们这个救恩不是打拉稀的，不是打拉稀，我们不是在这里打拉稀，没事干了在这里打拉稀。如果是打拉稀的话，我们跑这来打拉稀的，是不是？开玩笑，打拉稀扯皮子，这个不是这个。我们今天这个救恩是确确实实的，对不对？那个、讲的人讲的真，那个、信的人信的就真。那个、讲的人打拉稀，那个、信的人也打拉稀，是不是？这救恩就不正宗。我们今天要越发正宗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越发正宗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谁有谁恐怕呀，这个道可能今天在这里明天就转了，是不是？上回那些人都哪去了？都没有了。我当时我在这我就讲，我说这个道可以会转的，你今天在这听，我下回来你就没有你了。为什么？撒旦哪去了？撒旦哪去了？随意被撒旦掳远，一听不合理，一转圈转到肉体里就感觉到不合理了。这个道我今天讲的道就是一转到肉体就感觉不合理了。他就忘记了主的话是灵是生命，
对你的灵说话，对你的生命说话。所以一转到肉体里，就觉得肉体和主说的话不合理，连主说的话都不符合你的意念，不符合你的想法。但是我们今天要叫我来符合圣经真理，不要叫圣经真理来符合我，好不好？这两个复合，你复合谁？复合我复合真理，还是叫真理复合我？复合真理。如果我复合真理，那我就得降服在主的真理上，主怎么说的我就怎么信他。如果叫主复合我，那我就得把那个真理就扭曲了，才能真理才能符合我。但是真理永不改变，不能扭曲的。真理你扭曲真理，真理就把你杀死，真理就成为两刃的利剑，把你杀死。真理是永存的，你是暂时的，你突然出现了，你要叫真理符合你。有许多的基督徒都是这样，一听这真理不合乎我，就感觉圣经很矛盾，甚至说神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你看这边颁布立法，那边不让人守，还得像立法子，他不让人守，这干什么呢？觉得不合理。为什么颁布立法？颁布立法怎么不让人守呢？他没明白颁布立法的目的。他问这话吧，你本来他就把他那个愚昧就显明出来了。上帝颁布律法就是叫你守的吗？上帝造的毒药就是叫你吃的吗？世界上什么毒药都有，各式各样毒药都有，都是给你吃的吗？造的毒药肯定有它作用，不是给你吃的。你别往嘴里吃，别像小孩子拿着拳头要往嘴里怼，拿什么都往嘴里怼，是给你吃的吗？自己有一天在切菜，帮着把手起来，喂，谁造个菜刀干什么呢？妈呀，在造菜刀的，那菜刀是切菜，谁就往手上切了？然后你切完手，你埋怨造菜刀的人。然后就说，要不造菜刀，我就不能嘎手。就像有的人呢，上帝明明知道人会吃分别善恶树果的，为什么要造分别善恶树果？为什么要造分别善恶树？好像都照他那里行。你能吃上帝？谁叫你吃？那不是吃的东西。分别善恶树果不是吃的东西，谁叫你吃的？你吃你活该，你吃你死你活该，对不对？那怎么能埋怨到上帝呢？上帝造这河是为了发电的，对不对？你要造出核武器打人，那就不对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核电这多节能，对不对？一个核电厂是多大的威力啊！咱们今天所用的电都是核，有好多是核电发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它是发电的。上帝造大河，你不小心掉里淹死了，你说上，哎呀，为什么造大河呢？不造大河我能淹死吗？能这么说？你讲不讲理了你？啊，你讲不讲理了呢？你不小心你掉河里淹死，你埋怨上帝为什么造河呢？啊，有的人我发现他就缺心眼，我就说我们这个地方就讲就缺心眼。嗯，你说是不是缺心眼呢？那圣经他就觉得不合理，他觉得这么写不合理，这么造不合理。都得照按照你的意思，那你就是神了，那还用神的干嘛？你就是神了，都得按照你的。那是亚当，因为夏娃犯罪，所以上帝说：“上帝，你起初不应当造夏娃。”你看，夏娃把我们都带到罪里。你要不造夏娃，就造一个亚当，不就好了吗？要光造亚当，肯定没有你。讲不讲理了？还埋怨上帝造夏娃了？埋怨上帝造分别善恶树了，嗯，我怎么这么糊涂无知吗？上帝说，我看这人毒气不好，上帝给男人造个女人，好不好？好啊，
好了，犯了罪了，他是个人，他想要自己是知道什么叫善恶，他犯了罪了，马上就埋怨上上帝了。亚当不也是这样，一起说跟造女领到跟前乐得不得了，当乐得这么样，他也没说主啊感谢你给我造个女人，对啊，没有这么说，感谢你给我造个女人，看我这人独居不好太孤单了，给我造个女人陪着我帮助我啊，啊，我太开心了，我给我造个女人。你看他怎么说的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我肉中的肉，夸谁？夸自己，夸自己。你看我骨中骨，我肉中的肉，但夏娃犯了罪，就不是我骨中骨肉，是你给我造那个女人，她让我吃的，埋怨上了。人呢，真是真缺德，说人真是缺德。好的时候呢，就我骨中骨肉中肉；不好的时候，你给我造那女人，给我睡觉的那个女人，马上就埋怨上帝了。你这什么人呢？你看看人的多可怜的，上帝这么怎么弄都不好，这是耶稣说了，你怎么做他都说你不好。约翰来了不吃不喝，他说不吃饭不吃饼也不喝酒，他说什么，这是会被鬼附的。人子来耶稣来了也吃也喝，他说贪吃好酒的人。约翰不吃不喝，他是利未人，耶稣也吃也喝，他是犹大人，犹大支派，不是照六肉体条例侍奉神，所以他也吃也喝。拿基尔人他就不吃不喝，不吃也不喝，也不喝酒，清酒淡酒都不喝，喝留长头发。但耶稣基督来不是拿基尔的人，也不是利未支派的，他是犹大支派，所以犹大支派不照着肉体的条例，所以他吃什么喝什么不在乎，他是照生命的大能的，不在乎肉体，肉体吃什么喝什么，所以到契约了马上改了。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而犹豫，不要为这些事情。吃什么喝什么，神国不在乎食物，马上就说了，旧约和新约马上就有改变，在饮食上就有改变，啊，是不是啊？你怎么弄他都说你不对呀、啊，你往前走他也说你不对，你往后退他也说你不对，你反正活着就不对，你要死了就对，啊，活着在世上就不对，他怎么说怎么想法说你不对，我把你讲对不对就不对，你念圣经的，你要念时间长了，你不要这么回答，你这么回答，你就简单的说，当你简单说，他说你断章取义。你要跟他长篇大论的说，他说你这答的太复杂了，他怎么问你就答一句话就行了，是和不是，他就这么说。等你要答四次，他说你那断章取义，你那答的太简单了。你说你怎么弄都不对呀、啊？你怎么弄都不对呀、啊？我就说纳闷，这些人都怎么的了呢？真照此耶稣基督这个弯曲邪恶没背命的时代，你怎么做他都说你不对。嗯，你看现在这个整个这个教会中间，不说社会，这教会中间就是这样的。你怎么做他都说你不对，前走不对，后退不对，左也不对，右蹭也不对，怎么都不对的，你就是不对。你就不对，你对也不对。就那天在外地，在那个地方交通说，那个人说，你查圣经，你查的就不对，你对也不对。为什么对也不对？因为来没告诉我一声。对，不没告诉我，你对也不对。你看，就这么说，就直接这么说，你没告诉我，你对也不对。你查圣经是，你在查圣经都是圣经，但是你查圣经没告诉我，那圣经也不对。看不看着？你看没看着？以他为标准了，是不是？他说对就对，他说不对就不对，对也不对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人，这个都何等的霸道啊！何等霸道，我们喘气儿都不对了，这气儿都是就心里自己喘，不行，我们喘都不对了，是不是？像你迈左脚，我们迈左脚都不对了，就给人下那些规条，自己却一点也不熟。正如耶稣说，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，搁在人的肩头上，然后自己却一指头也不肯动，对不对？这种人是什么人呢？我发现这真有这种人，世上这种人还不少呢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与主联合这种方式来脱离世界，与主联合这种方式脱离自我，与主联合这种方式脱离律法，
与主联合这种方式脱离罪恶，与主联合这种方式脱离肉体，连肉体的邪情私欲。听明白这句话，与主联合，向罪看我已经什么死了，向肉体的邪情私欲看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，向旧人看我已经死了，钉十字架已经埋葬了，是不是？向律法看那些自取规条都钉十字架，与我无干了。向世界看，这个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埋葬了，能有这样的超越的信心吗？昨天晚上我白天这么讲，昨天晚上还有什么？我们怎么样才能过敬虔生活呢？还有人这么问，我现在就讲，那你要想敬虔在地上敬虔的度日，那怎么样呢？怎么样才能敬虔？板手憋都不行的，要怎么样呢？信，与主联合这个信法，主死了，这世界也死了；主埋葬了，世界也埋葬了；主埋葬，主死了，就我的老我也死了，罪人罪身也灭绝了，对不对？你主埋葬了，我也跟他一同埋葬，结束，用信心与主联合，结束这个世界。唯独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值得夸口，因为他的十字架能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不是？能把世界钉十字架。能把老我定十字架，能把罪恶定十字架，能把肉体和邪情私欲统定十字架。他已经定十字架已经2000多年了，今天我们能不能连上，最关键是在乎你的信。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，就看你有多大的信。你没有信你就连不上，你连不上你就活在肉体，活在肉体你活在罪里，活在罪里你活在死里头，活在死里头那就活在阴间地狱里头。但上帝叫你连上，叫你活在哪里呢？恩典中间，活在恩典中间，活在义里头，活在义里头，活在圣洁里头，活在圣洁就活在天堂里，活在神的面前，好不好？好。要叫你这么活，你活的不对，你活的不正确，不按照圣经这个属灵的这条路来带领你，所以你怎么把怎么活也活不出来，多半今天活都是靠自己活。但是耶稣保罗说：“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对不对？”是这么说的。向这个世界宣告，世界啊，你已经不存在，这钉十字架已经埋葬了。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明这么说的。我夸万万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着十字架，就我耳朵的世界已经钉在什么十字架？就世界耳朵，我已经钉在什么十字架？钉没钉？埋没埋？埋了。我活在一个世界中间，如同在一个新的世界中间活着，心已经进到新的世界里。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，在这旧的世界中间我已经消亡了，这旧世界也没有了。这种活法越活一心思，所以一天心思一天，心意更新而什么变化，这是罗马书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心意更新是什么？里面那个心更新变化，不要活在像世人的去过圈儿日子，三个宝一个岛，吃个拉撒睡，不要活在这种光明下，那是世人活法。我们活着望着标杆直跑，对不对？一天心直跑是一天心思一天，全日子转来转去又转原来的地方，转来转去又转原来的地方，那就过全日子，吃个拉撒睡，吃个拉撒睡，来回循环。而我们不望着标杆直跑，每一天都看到新鲜的，直跑是看着新鲜的啊，直跑把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对不对？把背后的东西都忘掉，这么跑，弟兄姊妹会吗？这是主啊给咱们选择一条跑的路途，别效法犹太人在加里斯巴尼亚那个地方效法世人转圈跑。犹太人在加里斯巴尼亚绕了38年，为什么转圈路？莫道凌城啊，毛驴拉磨呀，不知道你们是懂不懂什么叫毛驴拉磨啊？毛驴拉磨转圈跑啊，那叫莫道凌城啊，加里斯就是莫道凌城啊。这凌城路上帝给我指示望着标杆直跑往前跑，把后面都忘掉，过去就给他忘掉，过去就给他忘掉，好不好？不要再纪念，回头看你背后怎么失败，回头看你背后怎么样，不要这么看，忘掉，边跑边忘，好不好？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望着标杆直跑，好不好？好。标杆是什么？标杆是什么？
耶稣是十字架，天天什么叫忘不掉？我天天望着耶稣的标杆跑，耶稣的十字架跑，一直跑到耶稣基督十字架下，是吧？直跑，最终才能跑到基督那里去。创世纪呢，往后往回跑，往这么跑，我们往回跑，我都往基督的十字架上跑，跑到十字架，然后呢，就跟主一同得荣耀，得荣耀完了之后，一同就埋葬，埋葬完了之后，一同升天了，死从死里复活，一同升天了。所以望着标杆是直跑，不是圈跑啊，千万不要圈跑，那圈跑越一圈跑他就啥都寻思，一圈跑他就啥都寻思。圈跑的人，你知道圈跑的人咋？为什么他会圈跑？那墨呀，他把他嘴跟那拢上了，把他那个驴的配头跟那个拴在那墨桩上去了。那墨是个大石头做的，不知道你们那有没有？我们家就原来就有大墨，一个大墨盘，上面一个大石头，石头上面又大石头，然后都是站出那个锯口，完了之后往那里放东西，往那里挨墨。然后毛驴子呢，这边搞一个东西。啊，搞一个绳子拴在那个地方，后边拉着这墨桩，然后还得把毛驴的眼睛给蒙上，不蒙了他偷嘴呀。你知道为什么人会钻圈跑？钻圈跑的人都是瞎眼的人。毛驴为什么钻圈跑？因为眼睛蒙上了，他看不着是钻圈还是什么，他就不能就一个人跑。你要给他们眼那个驴蒙眼，一给他摘下来，他马上他就不一步不走，打一步往前走一步，再不走了，就打一步走过。而你要跟他。眼睛给蒙上，啪，揍一鞭子，他的巴拉巴拉巴拉，一个人跑，一个人转圈跑，这就是以色列民眼睛瞎了之后，被驴蒙眼给蒙上的时候，他就转圈跑。今天谁被驴蒙眼蒙上的，你就转圈跑。不信你看看，那毛驴他就有这个特点，你把眼睛一蒙上，他转圈跑。你信不信？他一旦看见这个路了，看清了，眼睛就流氓眼一拿看清路了，他就不转圈跑。今天你也是这样，你啥时候眼睛看见了，你就不转圈跑，一下过约旦河了，是不是？一看就看清楚了，过约旦河。你看那加比斯离约旦河多远一点？啊，上帝应许之地，约旦河是上帝应许之地，就那么远一点，他就没看着。我就发现有许多的弟兄姊妹，圣经这么多的应许，他就这个应许就像过约旦河的应许之地的这么多的应许，一句他没看见，怎么的了？眼蒙上了，什么蒙的？驴蒙眼蒙的。我不是在骂你啊，在圣经里你看看那个彼得前书的，还有那个犹大书都说这些没有灵性的死畜类。我说毛驴那不是畜类吗？那些没有灵性的死畜类。有的时候我都着急，我都看他们我都着急。你怎么着急？他像不紧不慢的，还在那转圈呢。你怎么着急？他不管，眼睛瞎的，被堵住的，一夜障目不见青天了。所以耶稣说：“那瞎眼的领路都掉进坑里了，瞎眼的就走转圈的凌晨。他觉得我今天侍奉神，其实他在那跑转圈呢，来他就一直转圈呢。”他转圈来转圈去，他就没有那个地方转，他永远还是他。上帝不要，不是要这样的，往前跑，往那标杆直跑。眼睛睁开的人才发现了，他前面就我今天跑的路都是跑错了，转圈跑。大部分都是这样，你看看，不信咱们看看。我今天白天眼睛一睁开了，然后就开始犯罪，犯罪呢就开始认罪，然后认完罪了呢。就是赦罪，赦完罪了再犯罪，犯完罪再什么认罪，认完罪再赦罪，就转圈就那个毛驴子拉磨，那个毛驴子拉磨就是这样。他看来看去都看自己的脚窝，他没有踏主的脚窝，他走转圈路，你看他都他自己跑过的路，他觉得这路就是正确的，都走自己的弯路。而主耶稣却不是这样的。你们要背起你们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你看圣经告教导他不看，他就在那跑。与主联合，为什么要与主联合？他怎么走你怎么走，他往哪去你往哪去，这叫与主联合。与主同行，与主同在，与主同住，与主同得荣耀，与主同作王。这圣经有的是，这样的经文有的是。
这个专题倒是专题来讲这个，什么叫与主同在，什么叫与主同住，什么叫与主同行，什么叫与主同得荣耀，与主同作王。主来那了，你在这上，你说你俩能不能在同在？主直跑，你转圈跑，你说你俩能不能同在？过天日子，一天一天过，像是人的，一天一天过。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过天日子啊、哦，我们和世人不同的就是我们望着标杆直跑，往前跑，别把这日子看重要，超越这个日子好不好？超越，用信心超越这个日子，望着标杆直跑。不要走回头路，不要走圈路，不要受辖制，不要被蒙眼给蒙上了，好不好？那驴蒙眼不是蒙我们，是蒙驴的。不要总把驴蒙眼拿过来蒙我眼睛上，蒙你眼上你也照样看不着道，看不着道的人看不着光，什么都看不着了，所以他就转圈跑，大腰子跑，往哪跑都不知道，自己往哪跑都不知道。所以圣经说这种人是没有定向的，对不对？他们怎么跑他都不知道，就活在这种光景下，毫无定向的，不知道为什么跑。毛驴他都不知道为什么跑，你揍他一下他就要往前走，但是他转圈走，他不知道为什么，毫无目的的跑，都跑转圈的路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不是毛驴的啊，不是奴仆，不需要跑转圈的路，好不好？实实在在就是这样啊，与主联合。为什么要讲与主联合呢？我们上节课讲的与主联合，讲的是第五是什么？向世界死。向世界死。向世界死了吗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为什么要向世界死？你看这个世界什么东西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骄傲都在我们里面。有的人说，主啊，你除掉我的骄傲，主啊，你除掉我的情欲。怎么除掉？与主联合，他给你除掉，像世界死。因为情欲都是世界上的事，像眼目的情欲还有肉体的情欲并今生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，对不对？这世界有好多情欲勾引你、诱惑你，那这些东西怎么能够除掉？你像世界死，基督就脱去你肉体情欲，就给你受隔离了，给你受彻底把那情欲给你隔去。你看到金钱不喜欢了，你看到一些可爱的那个悦人眼目的东西就不喜欢了，因为这个眼睛这个心改变了，里边改变了。是不是起初亚当吃完分别三个树果，他就是心改变，这一心改变眼睛就感觉到魔鬼说的话对，那个心就感觉魔鬼说的话对，所以眼睛看着分别三个树果就可喜爱了，又悦人的眼目也可做食物，所以就沾染了吃，是不是啊？今天呢，我们向世界死，向肉体死，向邪情私欲死，向罪恶死，向律法死，好不好？用死来脱离它，用死来结束他，不跟他在一起了，用死来脱离他。你不死我死行不行？但最后耶稣做什么？连律法都那些规条都钉十字架了，涂抹了，不让你再去找去了，那些字句都涂抹了，不让你去守。你别以为我今天我与主联合，我就是靠肉体绑，与主联合不是绑的，是用信心信，用充足的信心来信，用信就产生这个果效了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欢，上帝就要信啊。世界死了，世界没有能力诱惑我，对不对？世界都定死架，现在你突然发现我的眼睛看着世界不起作用了，突然你这样信，突然你发现你这个人的眼睛上向这个世界一看，你就像关闭了一样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诱惑你的心了，因为世界已经不存在了。你能不能用信心信这世界已经死了，已经定十字架不存在了，世界不存在了啊、哦！世界不存在，能不能把存在的世界看不存在？
时间不存在，时间怎么不存在呢？那个上帝跟用肉眼看它存在呀，它明明是，但上帝不要你用肉眼，你要用肉眼，那就是分别三个眼，分别三个眼就看世界存在，但是怎么能看它不存在呢？怎么能把这个世界看不存在呢？你就要这样信，圣经说因这十字架，就我二分时间已经定在什么十字架上，你相信吗？你怎么能突然对这个世界不产生兴趣呢？主要是改变心，信主之法是用信的方法。主说这个世界定十字架，跟基督同定在十字架，世界都同定十字架，老我也同定十字架，对不对？救人也同定十字架，私欲也同定十字架，罪恶都同定十字架，都没有了。撒旦用权势都定十字架，有没有了？你看，等到时候我们讲，像撒旦死，撒旦管不着我了，我们在他的权下，好不好？这时撒旦就退后了。有谁来服侍你了？天使，天使，是不是？耶稣基督在科技，就在那正啊这个征战的时候，最终呢得胜了，在旷野中间四十昼夜征战的时候，然后最终撒旦就退去了，有天使来侍奉他。今天要必须要天使来侍奉你，天使来侍奉你，不是撒旦在侍奉你就没有问题了，因为你今天必须信，借着信走出这条路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上帝就要我们信。耶稣说不要怕，只要信。你怕了就表明你没存着信，不要怕，把这怕字丢掉，只要信主说的话，你只要信就在你里面产生果效。你突然这眼睛看着这个世界，却这世界没有一样东西能使你喜欢的，你不喜欢这个世界，不爱这个世界，是心产生的果效，是借着降服神的话语心里边改变了。能听明白这句话吗？心产生果效，说借着信世界不存在，没有了世界，世界定十字架，世界已经埋葬了，被耶稣基督已经把世界定十字架，信吗？我这样告诉你，你若没有信心，你向主求，你向主求，主有信心，主是信心创始成终的主，你没有这样的信心，但是上帝给我这样的信心，我把这样的信心告诉你，我为什么不爱这个世界了？我对这个世界现在没有好感了，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过去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要信，用信心，这世界已经定死下不存在，是不是？那么世界不存在了，这样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精神的骄傲都不存在，都定死下，世界没有了，世界上的情欲有没有了？情欲有没有了？世界的情欲，情欲是什么？世界情欲都不存在，世界没有情欲就不存在，情欲不存在了，你还活在情欲里头，是活在属灵里。活在属灵的，不活在情欲里头，所以这是干粮。我今天给弟兄姊妹讲的都是干粮的，都是先干的那个干粮啊。现在不是讲奶了，我上次要给弟兄姊妹讲奶了，讲怎么重生，讲怎么称义啊，是不是？讲怎么悔改。但是今天我给弟兄姊妹讲的不是与主联合，怎么联合啊？所以呢，世界情欲也不存在，世界也不存在，都没有了。肉体不存在，肉体里的邪情私欲也不存在，好不好？这样就不爱世界，是用信，信这世界不存在，神就照着你的信给你什么？成全。耶稣说成了，你信不信成了？信。耶稣成的时候，不单把我定十字架，把世界都定十字架，信不信？信。你若能信，那就你就成功了。你就成功，你在主那里成功，你最后发现我只有单爱主了，剩下什么都不爱，除了爱主以外什么都不爱。是的，这世界的东西没有我爱，望着标杆直跑，没有任何的残累了，脱去任何的残累，脱去一切的残累，
你没有相信这个世界定十字架之后，这世界就扯你后腿，就拽你后腿，你往前走他拽你后腿。这世界有东西来诱惑你，就像罗德的妻子是一回头，天使告诉不行，回头不能回头，只能往前走，往山上走，走往山上走。为什么要往山上走呢？有亚伯拉罕在山地，所以他就赶紧往山上逃，往那边逃。亚伯拉罕在那边，别往平原逃。亚伯拉罕在山地，表明信心在山地里，信心不是在安逸的环境下。你要往山地逃，就能遇见亚伯拉罕，就能遇见信。你要往平原逃，就能遇见索多玛和俄摩拉。你听明白吗？索多玛和俄摩拉是代表你在安逸的情况下就遇见这个邪恶的程度，邪恶这个弯曲邪恶的时代。但罗德逃的时候怎么逃的？他这有一个小的，我就记得这个小的那个索尔，这小的和大的离不远。索多玛和这个索尔离得很近的，从世界这个大索多玛出来，要进到索尔，就表明进到你小的世界里头，你这个人这个肉体里面，进到肉体里面你就害怕。当时一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你就害怕，但是天使说什么？我许可你进到那里，但是这城我要毁灭。最终呢，他还得从那个小地里逃出去，走什么路啊？走山路，往山上逃。但是他的心一直在不想走这条山路，总是想走安逸的路。因为罗德这个信徒啊，他属于活得愁恨财的信徒，他总是想方设法走捷径。他不像亚伯拉罕，上帝说亚伯拉罕，你要纵横走遍这地，我就要赐给你。纵横代表十字架哦，你要纵横走遍这地，纵横。说你要纵横走遍，虽然那时候没耶稣没上十字架，但上帝就启示了亚伯拉罕，你要纵横走遍这地，就是寻找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，在山路里头寻找，纵横走遍，我必要赐这地为业，赐给你为业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亚伯拉罕选择约旦河以东以西的地带，而罗德选择了约旦河以东，所以以东就是平原。以西就是山地，就是十字架，就是与主联合。所以主叫罗德呢往山上跑，就是要跟主联合，因为那里有亚伯拉罕在那里。罗德起初跟主分开，就是表明跟信心分开。你几时跟信心分开？跟亚伯拉罕分开就是跟信心，亚伯拉罕就是表信嘛。你跟信心分开，表明你跟主分开。你跟主分开了，因此呢，你就导致不是被这个网掳，就被这个网掳。今天被这世界各种网，世界尽是网，你信不信？世界好多网，有索德玛网，有俄摩拉网，是不是？有这网，有那网，有五网，有四网。这时候你就被这四网五网，不知道被哪个网掳去，你就被做这世界奴仆，被掳，常常被掳，是吧？你要一旦选择了约旦河这个平原，就渐渐的向世界挪移。渐渐向世界挪移，而不是向世界什么？这世界死了，不向这世界挪移，而是向世界挪移。向世界挪移，上帝要毁灭这个世界，你就在危险里头。上帝眷顾他，把他拉出来，而这个时候告诉不要回头，往山上逃，逃命吧，什么逃活命吧。今天叫你凭着信心逃出世界，脱离这世界，凭信心，世界死了，我已经死了，逃出这个世界。逃活命吧，但是不要他回头。罗德妻子为什么回头了？罗德的妻子为什么回头？舍不得世界这些东西，舍不得财物，一回头就变成严重了。我们现在有许多被回头变成世界给缠住了，走不动了，被严给缠住了。金钱、名利、地位把你缠住，你就像个严柱子一样，走不动道了。走不了灵城的路了，你走不了。为什么走不了？你动不了，金钱在缠你，名利在缠你，地界世界上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都把你缠住。
怎么样才能冲破这个残垒、放下各样容易残垒我们的东西，这些东西容易残垒我，怎么样放下，就得向世界宣告我已经死了，我和基督同死了，基督死了我也死了，是基督死了世界也死了，向世界宣告，用信心来宣告，我不属这个世界了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好不好？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，这是怎样脱离世界，向世界死。第六点，第六点，像撒旦那个权势死，像撒旦死，我面对撒旦像撒旦死，撒旦呢，我已经不在你权下，我已经死了，你管不着我。撒旦是管这个世界的人，他不管来生世界的人，听明白吗？我们现在是哪个国世界的国民呢？新世界的国民，所以我向这世界死了，撒旦在这世界中间，在我身上有没有权柄了？脱离撒旦黑暗的权势。好，咱们先看约翰一书，就以这来胜过撒旦的权势，以这来胜过撒旦的权势。我们看第十三节，约翰一书二章十三节、十四节这两节经文啊。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呐、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胜了那什么恶主。小子们呢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父。父老啊，我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。少年人呢，我曾写信给你们，因为你们刚强，神的道存在你们心里，你们也胜了那什么恶者。胜没胜？胜。恶者胜。怎么胜的？怎么胜的？恶者凭信心胜。怎么凭信心胜的？与主联合。与主联合。与主死联合，我不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已经死了，所以这个撒旦管不管着我了？撒旦管这个世界，撒旦能毁坏你的肉体，但毁坏不了你的灵，所以你必须从肉体里出来，从世界中间出来，撒旦管不着你。我死了，我埋葬，现在活的不是我了，是谁呀？基督，是基督。现在活的是基督，你说撒旦能不管着你了？管不着了。哎，就管不着了。就这么活的啊、就这么信的。撒旦不能管耶稣，撒旦能管你，如果你活撒旦就能管着，你要死了撒旦管不着你，因为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谁活着？谁活着？基督活着。基督活着，那基督，我今天是在基督的权下，不在撒旦权下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管不着我。我已经脱离他的权势了，不在他的权势下，从撒旦权下已经什么出来，黑暗的权下出来，不在你黑暗的权下，我就这么脱离的，用信心来脱离的，不是我今天真的跑撒旦，你跑哪撒旦都能撵上你，他是个灵，你跑不过他，他是灵，你就得应当用灵来战胜他，好不好？脱离他，咱脱离撒旦的权势，这是就是征战，用信心和他征战，不是用血肉绑臂跟他征战。我躲他行不行？我向这世界死了，不在他权下，那就是以弗所书。等讲我讲全副军装的时候，就讲以弗所书的第十三章全副军装，穿上全副军装。这全副军装就是什么？先把真理的带着什么束上。有许多人在真理上都没明白，胡了八度的在真理上，你说他怎么能胜过撒旦呢？你看这段经文啊，这段经文就是这么说的。以弗所书说，咱们稍微查一下去。以弗所书怎么胜过撒旦的权势？第六章，咱们先从十节开始看，十节开始看，胜过撒旦，向撒旦死了。我宣告，我已经死了，你管不着我了。撒旦能管着我肉体，但我肉体埋葬死了，埋葬，你说撒旦能不管着你？管不着了。为什么今天要叫你这样信呢？这样信是与主真正与主联合，与主联，我与主同死了，同埋葬，主在我里面活着。你说撒旦能管着你？主何等大的力量？主是什么？比撒旦，撒旦是壮士，对不对？主来了就把撒旦给捆绑了，所以他不敢来什么？
已经胜了他，他不敢攻击主。那我得怎么办呢？我就得与主死联合，与主埋葬联合。现在活着不再是我的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对不对？撒旦打不了基督，他能打到你。如果你活，他就打你。现在谁活着？啊，告诉我谁活着？基督活的。基督活的。基督活，撒旦能打了基督吗？能胜了基督吗？耶稣基督已经胜了他，对不对？在十字架上已经伤了撒旦的头，在创世纪里已经是这样说的，说女人的后裔，女人的后裔必伤你的头，你必伤他的脚跟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是伤了头了，已经伤完了。耶稣已经得胜的君王坐在那，践踏仇敌，一切仇敌都怕他，一群撒旦伏在一个人身上，见到耶稣吓得不得了，得瑟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得瑟呢？因为他说什么？他说什么？是那、这个无限的上帝之子耶稣基督啊！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我的时候还没到，他怕耶稣把他弄到哪里上，硫磺火湖里，所以他说这话。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的时候还没到，请你吩咐我们进猪群，是因为耶稣说你进入猪，你从这人身上离开吧，出来了。耶稣这一分，他吩咐他一群鬼怕一个耶稣，你说谁大？耶稣大，耶稣是儿子，群鬼是永远是奴仆，因为天使是服役的，里面是奴仆啊，仆役啊，所以他怕，他再有能力他也怕。你看那撒旦多有能力。那这个小料子、手铐子，咔咔钻钻断了，那个锁链子全都松断了，有没有能力？超自然的能力，超自然的能力，他是天使啊，他是有超自然的能力。这么有能力了，见到主耶稣基督得上了，主耶稣比他还有能力，是不是？主耶稣能平静风海，主耶稣能叫死人复活。你看，叫撒旦叫死人复活，看他能不能复活？主耶稣基督是比壮士还壮士，能来捆绑壮士。你说主耶稣有没有能力？叫主耶稣在你的心里做主，你说撒旦还敢去攻击你吗？敢不敢？不敢了。要用信心联合，我先到这休息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呢咱们再讲。